汉学讲座，讲座即将在三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各位贵宾依序入座。为了维护现场活动品质，请各位贵宾先将手机调为震动模式。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场外的工作人员。谢谢您的配合。各位贵宾、师长以及同学，大家午安！欢迎莅临国立政治大学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本场讲座将由杜正胜院士与大家分享《大历史的中国速写：中国历史的骨架》。讲者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政治大学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教授。杜院士长期深耕于中国上古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相信杜院士丰富的研究能量将会在今天的分享中带给我们满满的收获。在讲座的一开始，我们首先邀请政大郭明正校长为我们开场致辞，掌声欢迎。进来的杜院士、王院士、以及在座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女士、所有的先生，欢迎各位来到政大，敬以最热诚的心意欢迎各位。感谢杜院士给我们的加持，让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政治大学将会是国际汉学的勇士灯塔。在7年前，在参与校长的遴选过程之中，我就说政治大学一定要建立国际汉学中心。台湾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对于汉学的研究最具有条件的一个地方。我也说，那时候我就说，我们一定要跟中研院合作。5年前，再度参与校长的遴选的时候，我特别又提出来，一定要跟其他的大学以及中研院合作。我想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愿景，我们逐一实现。首先要感谢中研院对我们的支持与爱护。一开始，当我们决定成立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的时候，
就承蒙黄进兴副院长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也让我们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可以顺利的成立。当然要非常感谢罗家伦的两位女儿罗氏姐妹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前后各$100,000的捐助，让我们有足够的能量来推动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接着余英时院士对我们的加持，王德威院士对我们的加持，让我们可以顺利的上路。本来我们也期待来自世界 各地的学者可以齐聚政大，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要把我们的压箱宝提前拿出来。那我们的压箱宝就第一个想到就是杜院士，接着也想到王院士。我们政大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荣幸，可以跟中研院如此紧密的合作，可以先后得到黄副院长、杜院士、王院士给我们的支持与爱护。现在不止讲座可以顺利的推动，但是我们的客座讲座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前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希望每年有三位客座讲座，我们希望每一次每年的讲座都能够有一本书的一个出版。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共同来克服这个疫情，等疫情之后再更进一步的开展。所幸我们自己在国内有像杜院士、有像王院士这样超级的大咖，让我们虽然疫情仍然可以继续的开展。在学生的部分，我们已经也第一批的奖学金生也已经出来。那目前有来自台湾的、大陆的我们也选上了日本、美国、德国、荷兰、以色列、马来西亚等地的非常优秀的汉学研究的博硕士生来前来政大。我们期待在未来十年，地球表面最权威的汉学家应该有40名会来到政大。未来地球表面十年会出现的300位汉学家中，应该会有100名跟政大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我想真的是得道多助我们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就因此可以上路，而且我们相信因为像杜院士、像王院士对我们的支持与爱护，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在国际汉学上面可以有更大的贡献，我们也可以让这些因为罗家伦国际汉学讲座而连结的学者以及未来的学者可以更大放异彩，在世界各地发光发热。讲到最后，我们再次来缅怀罗家伦教育长他曾经对于这个学校的贡献，以及他的两位女儿对于我们的支持。除了在金钱上的支持之外，在此向各位报道罗家伦教育长所珍藏的12000本善本书在世界各地流浪了超过一甲子之后从中国大陆到澳洲到台湾到澳洲到美国，最后又回到了政治大学。我想政治大学是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立校的大学，我们期盼政治大学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上面可以做出很大贡献的大学。今天台湾在自由民主法治上的成就，
政治大学与有贡献，我们一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自由之家的评比上面，台湾是93分的国家，比美国还高，更远远超过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在国际汉学的讨论之中，事实上除了传统、除了文化的讨论，也每每涉及到自由、民主与人权。前词余英时院士在开讲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这方面的议题，也引起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深思，以及开启了我们更多的这个思考的面向。今天我想因为可以杜院士来此为我们开讲，我们也一定会受益良多。对于杜院士所提的议题，就让我们洗耳恭听，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个文化的响应。更重要的是希望这些的谈话、这些的教室，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可以更有文化、更为文明。谢谢各位。谢谢校长，校长请回座。接着让我们欢迎罗嘉伦国际汉学办公室主任暨文学院副院长杨瑞松主任上台致辞，掌声欢迎。郭校长、杜院士、王院士，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午安。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杜院士担任我们第二届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的讲座教授。那我想杜院士的成就实在不需要我多介绍，我们都知道杜院士早年致力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那他的很多大作例如周代城邦、编户齐民、古代社会与国家，都是史学界大家耳熟能详的知名著作。那么杜院士也是国内推动我们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这样新领域开拓的重要推手。那他一手所主导的新史学杂志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我们国内史学界非常重要的期刊。那么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呢，我们也都知道，那么杜教授也致力于我们的学术教育，他也曾经担任过我们的教育部长，特别对于台湾史的研究和台湾史教育推广不遗余力。那今天我知道我事先知道杜院士准备的内容相当精彩、相当丰富，所以我们的时间比较紧迫，那我们也许不一定有留 Q&A 的时间给各位，但是大家不用紧张，因为我们整场活动、整个系列活动实际上总共有六场，那么今天是第一场，那还有另外两场的演讲，还有另外三场的工作坊。那事实上第一场的工作坊也就是明天下午，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时间比较紧迫的话，那么也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其他场次的活动，可以把里面的问题留到到时候再来跟杜院士请益。好，那我就不多占用时间，那我们大家一起热烈欢迎杜院士，谢谢。有声音吗？有。好，谢谢。那个郭校长以及各位这个好朋友，各位年轻的朋友，那我今天这个非常荣幸啊，的政治大学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这个邀请我来这个主持今天的这个演讲。那这个我就想要讲些什么呢？所以呢，给大家提的这样一个题目叫重新认识中国。我想认识是我们探索知识的一个过程，而重新认识呢是学术史里面的一个必然现象，每个时代呢都在重新认识。那这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这个呢，这个我想我不必多说。不过值得提的一点呢，我觉得2020年是世界觉醒的一年，也是世界觉得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一年。当然我今天不是来跟大家讲政治、讲国际这个情势，
但是我今天呢，还是来跟大家讲这个历史，讲历史。那么呢，就是把我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些想法，很简要的这个来跟大家这个报告。那这个演讲我是准备这个 PPT 啊，这样来那个。大概啊，这个整我们有三场这个演讲嘛，我大概就是你的这三个题目。我想大家看网络也就知道我的这个初步的这个构想。那么今天要讲的呢是第一个题目，就是大历史的中国速写。这个大历史的中国速写啊，这要这个在这个六七十分钟里面呢，希望能够要讲这个一个中国史，这怎么讲法了哈？我就是讲这个以前我常讲啊，这个历史就是骨骼跟血肉嘛哈。那这个从90年代啊，我就一直这样在想。那我想先讲起这个骨骼的部分，但是骨骼部分也是很要从何说起呢？大概大家看了这个呢，差不多就可以知道我的考虑点呢。第一个就是时间，这个第二、第三部分呢，大概就是空间，哈。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政治在这个一个国家权力啊，在这个正在时间空间里面那个位置，大概就是用这样来看这个认识中国。好，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一万年的这个中国史嘛。这个一万年的中国史，这个历史是这样，历史啊，这个一定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这个做断代分歧，因为历史是很长久的，所以你不把它当作几个段落来看不行。但是这个段落怎么个这个分段落法？当然大家知道以前那个朝代啦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不讲这个。这个我值得要这个今天来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这个断代啊，第一个是一个大的断代。但是这个大的断代啊，如果说啊，像我们一般说的呢，这个西洋的上古啦、中古啦，这个近世、近代，这个当然是大断代。但是上古、中古这个呢，没有给我们这个来一个说，哎，这一个段落里面的特色是什么？没有。那么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大的段落之外呢，还要希望能够把它那个时代的那个特色这样点出来。那我对一万年的中国史啊，这个大概就是分为第二行的红色的这三大段落。这三大段落前面的一个这个原始社会的段落是5000年啊，大家知道这个 BP 距离我们今天这个一万年前算起。那这个呢是一般讲历史呢比较少触及这一方面，这个是属于考古的。但是呢，这是也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这个文化的一个根源所在啦啊。这个从这个考古的这个角度来讲历史。第二个是我提出的这个城邦时代，第三个呢就是边牧骑兵。这个那这后面这个也差不多5000年一半。大家这个记这个就是大的，我给大家都一个大的概念。那么这个当中就也差不多切成一半，这个大致这样来讲。但是当然了，历史是中间是有会有这个过渡的哈，会有过渡。这个我们就不细讲这些过渡了。那如果换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史学的这个语言呢的这个概念来讲。那么呢，这个原始社会就有很多氏族了哈，什么氏什么氏的，轩辕氏啦、伏羲氏啦，这个一直下来就是这一些。那么后来这个武帝的这个哈，那么就是这个三代，这个也就封建的时代。那么再来就是属于这个秦汉以后的这个朝代这样。那如果呢用文化的这个概念来讲呢，前面的且不谈那。大概从这个三代开始，这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古典的时代。那这个我所谓的这个边牧骑兵后世，这个秦汉的这个以后的这个呢，这算是传统。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现在，我们是一个现代的人，我们看古典，我们看传统，大概就这样。那这样呢，大概
往前推的这个。那一般讲历史呢，啊，这个我们这个讲的比较细的，这差不多只是后面的两三千年呐，这样的一个历史而已。好，那刚刚这个我讲的这个大的这个段落里面，我等一下会把我自己的什么是这个城邦时代，什么是编户齐民，我的用意这个说一下。但是我在想，在历史上跟我的考虑，应该说我跟他的考虑比较接近的应该是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封建论也是从人类开始有这个政治体，从小的政治体一直到大的政治体，一直到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他也是在讲这个。但是他概括是那个时代就是封建，到了这个秦以后就是郡县。其实基本上郡县就是地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这样的一个郡县制，这个到今天其实也是一个中，也是还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所以这个柳宗元这个也是把中国的这个所谓从皇帝以来的这样的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它也就是切成两段。在历史学来说，他认为封建，我觉得用的他一句话，他这一篇文章哦，大家有兴趣应该还是值得去看一看，很有意思的一个。我都这个列了他几个，讲他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个，他说封建不是圣人之意了，不是说哦哪一个圣王要去封建，他是形式造成的。这个学历史的人呢，就非常喜欢形式，这个要了解形式。他提的第二句话呢，他说不论封建也好，不论郡县，就秦始皇的这种郡县，其实他最根源都是有私心，都是那个最高统治者的私心。所以他说三代圣王不能废诸侯，不得已啊，不得已啊，非公之大哦。但这个权力分享哈，是不是？我做天子，你做诸侯，大家都权力分享，好像很公天下，不是？是不得已造成的，它不是真正的公，是要失其利于己，失其位于子孙呢、啊。希望众建诸佛以繁平周嘛，以来维护这个周的安全。秦制呢，郡县制呢，他认为是公之大的。这是从制度来讲是最扩展大功的，但是它整个也是私心。这个帝制呢，是失其一己之威啊，失其近臣许有。我觉得这两句话差不多道尽了传统中国两千年皇帝的一个奥秘啊，这个已经 说出来了。那好了，我个人我还是稍稍卖我的那个，因为我当然不可能在这边讲我的多代城邦啊，或是城邦时代啦、啊，或是编户齐民那个，但是我只能够很简单的讲，我几个用意。我提出城邦说，这列国并存嘛，小国也有存在的这个价值嘛，哈。第二个，政权分享，同在一个国家里面，国君呢、啊、跟贵族啦、啊，这个大臣呢、啊，这个都是权力分享的。第三个，城里面的自由人呢，是可以参与政治的，这个是我所认识的这个城邦时代，这个，所以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国人就是城里的人，这个呢他能够参与政治呢，我那时候才开始要写这个多代城邦。但是城邦崩溃了，再来就是编户齐民出来了，也就是封建结束了，就开始就是郡县制的。齐民的时代，也就是帝制的时代，它是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绝对皇权，皇帝绝对皇权是不可挑战的。第二个，帝国的基础是靠一般的百姓，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些平民百姓庶众是有责无权。所以大家知道，当中国人的痛苦就在这里，他只能够尽义务，不能要求权力，说你政府应该
要对我做什么？哎，免谈呢、啊。我不晓得您今天能不能要求了，你们自己看。好了，其实啊，我要讲的一万年的历史就是这样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中国啊，中国是怎样成为今天的中国？因为你要了解一个国家，哎，它的范围在哪里？你不了解，你怎么了解呢？对不对？因为这样的一个范围会涉及到有哪些人呢、啊？哪些物啊？哪些事啊？在这一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大家设想，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切一半，从长江以北的就算一块，长江以南的算一块，或是黄河以北算一块，这个长江以南算一块，就中间有一块三块。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历史，当然就很不同了、啊，完全不同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讲这个中国的这个地理就是在这里。当然，这个问题是涉及到中国的范围到哪里啊，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啊，非常敏感的问题。有的说台湾不包括在中国里面，他说台湾一定包括在中国里面，这个是中国的范围啊，哦，那这个中印的那个也是一样啊，其他的这个都还是这个比较小的范围呢，其实这个不大呢，还有大更大片的土地，这个中国的范围到哪里？好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探讨，因为中国历史是很漫长的嘛，哈，那它一定是不一样，所以要处理这个中国的范围到哪里，我只举一个，就是因为它也算是有代表性的，这个复旦大学这个谭锡湘教授，这个早在这个60年代，这个所领导的一批这个学生还有学者，他们所做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是一个也算是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了。那这个中国历史地图集，它的这个它处理这个中国范围历朝历代中国范围的态度是什么？他说，不能以今日中国的范围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其实他讲这句话有用意的，今天中国的范围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范围，不是中国历史上，如果讲画地图，以今天中国的范围里面的来画历史地图才算，今天中国的这个疆域里面的以外的不算。哎，他说不是，外面有很多还是是的，哦，这个就是他的 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这个当然是有政治态度了。哪一个人没有政治态度啊？一定有，是或明或显而已。那坦白讲，我的态度，你们注意，我也有态度，还给中国不同时期的真面目。好了，还给中国不同时期真面目。那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不同时期真面目？我们很快的看下去。第一个，我们先了解这个地理的中国就是这样子。其实，这是一张这个什么欧洲的部分，我觉得好像看那一边比较不一定清楚。我本来是准备一个亚欧的这个地图，其实整个亚欧地图呢，中国是处在一个整个亚欧大陆的东南角，它并不是在亚欧这一块大陆上的中间，啊，这是一个。那这个大家看一看，大化温，这个我当然是用别人的啦，这个地质学家的哈，他们的这个中国这个可以分这三大块。那这个三大块呢，这倒是需要注，等一下会跟我们讲的关系，这一块。这一块很重要，哈，这一块就是地山阶梯的，它是以这个高低，这是地质的啊，这是气候，这个当中有一点这个关联。好了，这是我们刚刚这个那几个是给大家一个初的概念。那么呢，第一个，我们既然是讲历史嘛，要从最早先到底是什么？我当然不可能讲得太早先。
那差不多呢，开始有中国这样的这个，不是讲名词，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一种概念。那么呢，这个我提出一个叫做所谓"原中国 ”（Proto China，Proto）， 这个是用《史记·后志列传》的一句话：“唐人渡河东，殷人渡河内，周人渡河南，山河在天下之中。”那么呢，这个是这一条黄河，从这样下来，来到潼关这个地方，拐弯往东。以前的黄河在要往北走了哈，今天的是往这边走。那么呢，这一块这个角落拐角的这个山西的这部分叫河东。那么呢，这个黄河的这边要往东北走的这一块呢，这个叫做河内。那这个黄河这一块的南岸的呢，这个叫河南。那么呢，唐是唐尧哈，这个殷就是殷商，周当然就周，这个周朝。那这三个王朝的主要的这个国土就是在这一块，哎，好，那这个就是原中国，但是这是很早的中国。那么到这个中国是这个我刚刚讲，在中国大地上是一个城邦嘛哈，有互相有来往，慢慢有并吞，这个细节是这样的。那再来。到时代比较晚，这晚到这个我用禹贡九州，这个差不多是应该可以算是春秋后期，那哎还哎顶多就是到战国早期了。那这个禹贡九州就列出来，这个禹贡九州这个大家如果看一般哦，这个河北简称冀，三是这个秦是雍啊，这个有这些，比如说。这个凉州，这个荆州，这用这一些简称来代表省份。我想要提醒大家的，真正你去读这个禹贡九州的时候，它并不涵盖今天的那个整个省份。那么你只要看看那个孔安国的注，他就跟你讲说，兖州是从哪里到哪里而已啊，青州从哪里到哪里而已。这个呢，也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中国。其实是有范围，就原中国的四字哈，这个它大概我如果概略的来讲一讲，大概南边哈超过长江一点点而已，不会太远。不论是在湖南，不论是在江西，到这个江苏这一块都不会太远。而以今天的考古的这个出土的东西，这个商周青铜器的来看呢。也差不多是反映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个零零星星的在比较远的地方是有，但是比较大宗的、比较整块的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南边离这个长江不会南岸不会太远，这个大概是所谓禹贡九州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了哈。好。好，这个是给大家看的这个地图，不必那个。那所以大概啊，从山河到禹贡九州的这个，我们就把它算说是原中国。原中国，那这个原中国也慢慢会扩充。那在这个原中国里面呢，就开始这里面的人就开始有政治的以及民族或者种族的这个族群意识。所以在政治上结成那个一个集团，那个我名字为这华夏集团，在这个观念上或是认同感上，就是一个这个华夏意识。那这还是要从历史来讲，会有这个，因为商是在刚刚讲的函谷，这个潼关以东的。这个商的势力范围，包括他的盟邦，就是这个呢，在周初的文献叫东土，周人本身是西土，他是在今天的陕西关中这一带的，他是西土的人来打败东土的人，所以呢，他是往东土征服殖民，所以征服殖民呢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诗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打仗的诗，周公东征啊，这个。这样的一些诗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小雅的大东篇呢，这个大东小东的这个其实是在指大东这里的人，我说是大东人的悲歌啊，这是大东在那，包括今天的山东，整个山东半岛，再来这个河南的这个东部这一块，大东小东这一块，这里的人的这个悲歌是什么？他说，哎，我们这个你们周人来，对不对？你们也不种田，但是你们的这个饭碗上这个撑的这个米呀、啊，这个米粮这满满的，你们也不织布，对不对？但这是这个你们的这个穿的衣服是光鲜亮丽的，等等，这个我们的都被你们刮烧走了，这是周人呢、啊，周人的东征啊。好，那这个当中当然就会我者他者，为什么会有这个华夏集团会有这个华夏义士？对，好，听周天子的命令的，聚会来聚会，对不对？要打哪里？这个去打哪里？这个来聚会的，这个是同一个集团的人，这就形成这个华夏集团，对吧？这是我者，就我们这样，他是靠着朝觐会同，这是一种外交上的这个大家的联系，来连结友邦。那么华夏集团呢，他就建立一套的政治秩序，以周天子为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秩序，同时呢，他凝聚的在也形成那个上层文化，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青铜器啊，这各种礼器的、啊、各种那个，这是上层的文化，这个下层的人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都是周的或是认同周的，跟周一起的这一些统治贵族，大家在玩的东西，哎，大家一起来这样，所以各种礼仪啦、啊，各种那个就是构成这个上层文化，那么所以从这个当中来凝聚那个华夏意识，那些不加入同盟的、不守周王秩序的、不行周礼的，就是敌人。这些敌人呢，就给他一个名字，就是蛮夷戎狄，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知道，到后来这个楚国，这个国君叫熊渠，他说蛮夷就蛮夷啊，对不对？我就是蛮夷，我不跟你中国玩这一套。说不与中国之好意啊，不行你们那一套理智的、啊，对不对？其实我们把这个《左传》啊，其他古书仔细读一读啊，你会发现、啊、那些所谓蛮夷的，其实很多都是古国，都是古国。那一些政府的国家，齐也好，鲁也好，晋也好，很多的这个国家，其实他们都是去征服古国的人。啊，有一些古国一直要存在啊，鲁的这个周围就有很多古国了，啊，任去这个颛顼、任去胥居这一些都是所谓封姓国家。封姓国家是什么？就是在今天山东西部那里，这个这一路差不多这个大运河这个附近那个一路下来，很多国家他们是封姓，是太豪之后啊。太豪是谁呢？就传说画八卦的那个伏羲嘛，对不对？你说，哎，这个伏羲画八卦，他的子孙就被当作东夷了，被周人当作东夷了。所以在这些制度制度之上呢，就所谓后来周天子衰落了嘛，衰落了，对不对？就开始这个五霸的所谓春秋五霸这一些大强国就起来了。那这个呢？就开始有所谓王道霸道之分啊，这个讲中国这个思想史的人，哎，很喜欢讲王道霸道啊。这个其实坦白讲，我听不懂了、啊、哈。但是呢，哎，我从历史来看，王道是什么？王道，因为王道就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嘛。这孔子讲的话呢，对不对？都是听周王的。命令的，要打哪里就打哪里的，这个呢就是王道，王道啊，啊，是周王在制定政治秩序。霸道是什么？到了春秋以后啊，这个周势力衰微了，没有人理了啊，对不对？要
这个齐桓公啦、晋文公啦这一类的人出来了嘛，强国的出来了，对，就是。但是孔子讲，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哎，不是自天子出，对不对？齐桓公就诸侯，晋文公就诸侯啊，对。所以，那我们又看出了，本来这个华夏意识、华夏集团制，政治跟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对，都是出自于这个天子，周天子。但是这时候，齐晋这一些只能够管政治了，管军事政治了，他们已经不能代表文化了。代表文化呢，就是二三流的国家，鲁啊、魏啦，鲁魏这个呢，都是跟周非常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好了，这个呢，那好了，那这时候这个有了华夏意识，对啊，逐渐会形成中国意识。这个我只能够很简单讲，因为这一些文献的考证哦，今天当然不可能，在这边讲。大概一般来说呢，春秋的时代就是讲华夏，华夏、诸华、诸夏、华夏这样分开，就是讲这个。很少很少讲中国，有几个少数的例子，我有在我的文稿里面有仔细分析，今天不讲。但是到了战国，基本上就讲中国，讲中国，华夏反而很少讲，但是他们所指涉的、所指这个包含的对象都很接近。那像这个公元前五百年呢、啊，这个所谓甲骨之会、齐鲁甲骨之会，孔子在那边也有很大的表演嘛，哈。那这个时候，那他就是这个齐国就用这个夷人呢、啊，就是这个来人就是。东夷了，要来这个闹场嘛，要给鲁国国君难看。这个孔子就当面阻止，他就责备齐国国君，那是齐景公啊，就说啊，他说一不谋夏，夷不论乱华了。夷就是所谓四夷嘛，四夷就是蛮夷、戎狄叫四夷嘛，哈、哦，这个我们诸夏在做的这个两国国君的这个朝朝的这个会盟啊，这个跟你怎么把这个蛮夷戎狄都扯进来？他们没有资格的。这一不谋夏，一不乱华，对，他没有说这个你他来搅乱中国，没有。当然，这个像《左传》里面少数的极少数，我就不仔细分析了啊。但是。到了这个战国的这个著作，你看这个《公羊传》《谷梁传》，你看不到华夏，他们都是用中国哈。这个当然也可以再细致分，但是大体上像《公羊传》讲的这一句话哈，叫楚是夷狄也，而疾病中国，对不对？楚要来给中国这个找麻烦呐，南与夷，北狄交，中国不绝肉线呐，是吧？这个桓公他讲，这个齐桓公救中国攘夷狄了，哎，逐贴荆，荆就是楚嘛，所以呢就可以知道，那这个他这边在讲的中国就是讲华夏集团，那中国的空间还是限于黄河流域，所以《公羊传》的中国这个词呢，是属于华夏集团的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那好，那我们看呢，但是。就是战国的时候呢，它也在变。战国两百多年嘛，哈，它变各种的那个时候思想也比较活跃嘛，哈，各种这个社会变动比较大。那我就是把大家所熟悉的几个人呢，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看法。那我用往下要讲这个孟子啦、孟轲啦、哈、荀卿啦等等这个。孟轲怎么讲中国？它里面有一些资料，我只是举一个，就是。这个孟子有一次到滕国，这个滕是一个小国了，他也要去告滕国国君要怎么改革，怎么行这个古代的王道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战国时代嘛，战国时代很多国君都是好客嘛，要去这个欢迎很多外国人啊，来给他们这个提意见嘛，哈，为了国家强盛嘛，
这个滕国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在鲁国南边的一个很小国家，他也是这样做了。那这个楚国有一个人就去了，去了呢，就是这个叫做那个是陈良，他应该是一个陈什么？等一下名字那个哈，没有关系，去了他。他 有一个姓这个陈良的学生去了，这个学生呢，他原来是陈良的学生，但是呢他喜欢许行的学说。许行是 主张这个军民并耕的 做国君的跟这个做平民百姓的，大家一起去种田嘛，这个社会主义吧，非常平等啊，这样的。但是儒家是讲阶级的，对不对？国君就是国君，平民就是平民，对不对？他有阶级的。所以呢 这一个呢那这个陈什么，对不起哈，这个我一时的名字吞下去。他的陈良的这个学生呢，就喜欢这个许行。许行是讲农学的啊，这个孟子就责备他这个学生呢，他就说啊，说吾闻用下辩离者，未闻辩离愚者也。对不对？陈良出产呢，越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够知先。陈良也是楚国人，但是他喜欢周公仲尼之道，喜欢周道的这一些文化。所以你怎么反而去学别人的？你应该学你老师，是这样。但我们这边可以看出，陈良是楚国人。如果按照春秋的观念，这个当然是蛮夷啊，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是越周公仲尼之道，所以他就变成中国人了，这样的。所以呢，除了这个地域以外，孟子说的地域外，这个所谓文化上的意义，哈、哦，哎，这个也带进来的。那他，我又举另外一个反例，他在这个魏国跟这个白圭辩论，对，两个人辩论财税。对，孟子是主张啊，十一之税交十分之一，但这个白圭呢，他主张二十分之一了，二十分之一不是很好吗？对人民不是很好吗？姐妹们，这个孟子骂他说：“河道，河就是北方的蛮夷嘛，什么是河道？对不对？他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华夏之道、中国之道。”他说啊，哎。那个北方的蛮夷哦，没有政治制度啦，对，没有这个什么这一套礼乐制度，这一些组织，对不对？所以他们很简易的，对不对？这个很随便的，所以他们政府的开销就很少嘛，对不对？所以你用二十分之一是可以啊，但是你对于这个中国那不行的，中国要行这一套的，中国要十分之一的，所以呢，而且他也肯定的讲，这一我在讲的这一套呢，是可以追溯到尧舜的，啊，好，那么这是我们看这个荀子，我就要很快。其实荀子在讲的中国，有第一个部分就是只是中原而已，第二个部分是秦以外的六国，第三个部分呢，他会把中国跟东西南北四个海相对啊，这个第三个意涵的中国，就跟后来的我们讲的中国本部就比较接近了。这是荀子的中国。好，那么孟子也是这样。我讲孟子这个例子呢，比较那个，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就不讲。其实孟子最后的这个意涵，他也是跟荀子第三个意涵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外边就是所谓四夷蛮夷戎狄的，是在外边的这个，这是墨子。所以这个都是战国的，对于中国这个已经是接近的这个所谓这个中国本部的问题。那么你们一定要讲，哎，什么叫中国本部？中国本部啊，这个过去讲清朝的所谓这个本部十八省，或是明朝呢有十三个布政使司，哎，布政使司跟两个直隶省嘛，哈，北京、南京直隶，所以就十五个这样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呢，大概就是你们刚刚看的那个地质图的第三个阶梯，而在燕山以南的这个范围，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所以呢，这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算是中国本身内部，在我刚刚讲的大概这个差不多是这个青藏高原以东啊，黄土高原的这个东边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黄淮平原跟这个长江这个以南的这一块的地方，那经过这个春秋跟战国慢慢的整合，这个整合是内部的整合。再来呢，到了战国这个春秋时期，是周边几个大国往外扩张，晋就是山西这个，就往北扩张，秦陕西这里往西扩张，楚是在这个湖北湖南这江西这里，它往南扩张。大概首先是黄河淮河到长江以北的这样的一个慢慢整合，再来呢就是大国在周边往外扩张以后就占领，这些就是变成晋国的，变成秦国，变成楚国的，就是这样。那到了这个战国时代，就逐渐构成这个一个，也就是秦始皇要统一以后的那个中国的基础了。好，那这边呢，这个周礼直方式啊，它划分，我主要是讲周礼直方式的这个九州是跟禹贡的九州不一样的，不只是这个整并不一样，而且在尤其是北边、东北边哈，这个周礼直方式的是远远超过禹贡很远，所以呢，这是代表战国的，所以禹贡还是比较早一点。好了，那这个秦就确定了中国本部，我们刚刚讲的十八省也好，十三个布政使，是两个直隶省也好，这样的一个范围呢，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是谁定的？秦定的，秦的这个中国的范围，这样就定下来。那所以呢，在这个范围之内呢，这个就构成所谓的版图了。版图，今天这个大家讲起这个版图，尤其中国，中国人讲起版图都很敏感的啊。这个是疆域，这个寸土不让啊，这个一点都不能那个，这个就是版图啊。版是什么？版是登记人口。图是什么？图是登记土地。所以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就是我讲的编户齐民，就是开始编户齐民的时代。因为登记人口、登记土地的收成，这个话，这样一个统治者，他组成的一个政府，他来控制这个广大的地区，是这样的。所以，那大概中国本部差不多从秦定了以后，1800-1900年到了清朝初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当然有争议，我想很多中国学者一定是很不同意我这句话，没有关系啊，我们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了啊。等一下就讲。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西方人呢，其实西方人呢不称中国人为汉，西方人是称中国人为秦，这个拉丁文。这个梵文，这个都是希腊，由拉丁衍生出来的这个法文信，这个 China 英文的 China 是因为英国人讲话，他应该跟我这个闹风了，出去闹风，他变成一个 China 这样的，其实就是信，就是这样。所以呢，都是秦。这个呢，我看一个。这个 video 的节目，有个人去这个一个中国人啊，他去伊朗这个跟一般人聊天啊，那个伊朗人问他，你是信，这伊朗人也称中国为信，都是秦，所以翻译成后来这个佛经翻译成震旦也好，翻译成支那也好，其实都是信这个字出来的啊，当然现在。这个大家都很不喜欢支那这两个字的，因为这个被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弄坏了。其实这个支那是很古典的，建于佛经，就是信。好了，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呢它
定下来的范围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我说1800-1900年基本上没有变，所以有很多人一定要 argue 哦。谁说这个好？那么我们就看看中国怎么扩张。对，中国是扩张了，但是中国扩张的真面目是什么？那我个人要判定中国扩张的情形，我还是本于古典时代以来的看法，对，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有效的统治，有效统治，直接统治；一个呢是势力范围，要把它分成这两方面来看，这个呢你才能够来看待从秦以后这2000年的中国疆域的变化。好了，因为我这个是把弹机枪的那个历史的这个历代的这个地图集，这个选了几个朝代，那么呢，把它的这个最外围的轮廓把它这样叠在一起，叠在一起呀、啊，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哈，这个最那个的就本部就是这一个。那你一定说啊，外面的这个我当然没有时间细讲了、啊，西汉那个晋啊、唐啊、元、明清，我当然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只是大家给大家一个概念哦哦，中国这么大，对，中国这么大，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的，而这个呢，还是你要思考的方法，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分开。直接统治跟势力范围，好了。那第一个呢，一定要很快的跟大家讲，什么叫做这个直接统治跟势力范围？哦，我这样分，我刚刚讲这是从古典以来的，什么古典？所以我举的这个国语哈，国语这个周语，这个蔡公蒙府就是说，周穆王要去打全龙啊，这个蔡公蒙府就反对，他就讲一套这个所谓。先王之治是什么？那它就分为五个服，就殿服、侯服、这个兵服、腰服、荒服，这样每个服的那个义务不一样。这个殿服者祭，侯服者事，兵服者享，腰服者供，荒服者望，哈，这个就是怎么样？但是你这一看，这个服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服？五服的服是什么意思？就服其职事，你该干什么？你的责任。叫服其职事，也就服侍天子，你该对周天子做些什么，提供什么，这个就是服。所以有不同的这个服务，就是不同的服务，不同提供的东西。那么呢，在殿服里面要日记，每天要记。这个侯服是月事，每个月要做。这个兵服是时饷，按季要做。这个腰服呢是一岁一次。这个荒服呢是一生一次，一辈子一次，就是这样叫中望。如果不做呢，不做呢，不记者则刑，不事则罚。这个不共则争，哎，不想则争。这个不共就是让。什么叫让？让就是责备。你要知道哦，到这边呢，都哎不是。看他，好，哎，乱了乱了，好，我这个乱了啊，来，好，是不是乱了？我看看啊，好，怎么一直跳啊？对，好，好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前面那三个就是属于华夏集团，后面那两个就是华夏集团以外的蛮力总理了。蛮力总理呢，他客气哦，你不做的话，他责备你；你不做的话，他通知你，寄个信通知你。嘿，不像那个殿服是什么？殿服是天子脚下最靠近的，啊。负担又重，而且呢，这个
每天的负担很重，而且这个处罚很重。中国人啊，这个好。那如果这个是周语了哈，国语周语，那么呢，我用语共也是一样。语共当然这些服务的名称有的相似，有的不相似，不必讲。那么呢，它也是分了五个。那么呢，其实周礼是九个，九个也是分三层，对不对？那在这里要讲哦，殿服啊，殿服它这个范围里面越靠近的是啊、它的负担越重，是什么东西都要交哦，这个种啦、啊，那这个碟啦、啊，家服啦、啊，树啦、啊，米啦、啊，这个就是越远的会越轻一点，它这个边都有轻重。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时间细讲，你只要有这个概念就好。你跟他越靠近，你被他统治，那你越惨。哎，你跟他离得远一点，保持距离，哎，维持这个关系，哎，好一点。这个非常微妙的，所以呢，这个当中就有内外之分，是吧？当然华夏集团呐、啊，这个是内啦。这个蛮用的外的，所以要内出要外移离的，这个好了，这个这一些，所以呢，在本部之内的，以后那个这个秦汉以后，这个他就是用孟子所说的，所以有部履之争，有庶民之争，有利益之争，这个也就是秦的这个到唐朝的朱庸调，基本上一般人民的负担就是这三种啊，种田要纳粮，对不对？你这个家里的手工类，你织布要纳布，再来呢，你这个要这个官府通知你啊，礼拜天到这个什么地方去做这个义务劳动一天，你就要去。这个人民的负担就是，当然还要当兵，不过有的时代不当兵啊，这个，所以呢，整个的齐民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这个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就是本部里面的，就是直接统治的。那开始了，他往外扩张，这个帝国往外扩张，他要把一些地方要所谓纳入版图，是什么纳入版图呢？哎，先记住我的一个概念，就他对一个他陌生的，就是说他以前不管不到的地方，他要去管。第一个。军事征服了以后，当然就占有其地，再来呢，设官治民，设官府啊，来治理民。好，原来呢是原住民，我们不能讲原住民，就是原居民，原来居住在哪里的人呢？这个中国政府，这个秦汉都是这个样子啊，他就大量的移民，这个。在历史上，你看，你只要 Google 一下“移民十边”，对不对？充实边疆，这个是移民。2000年来就是做这件事，对吧？所以从《秦始皇本纪》里面，秦始皇统一以后，到这个秦始皇33年的214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对南方广东、广西这一类的这个的征伐的，他用这一些非正规军。铺王人啊，赘婿啊，这一些，但是对北边的这个匈奴，他用正规军，对，啊，所以就去了以后，他开始设县，你就看这个我这边的这个一些文字，你看他这个啊，这个在北方这里设44县，对不对？也是这个农田初始之啊，这个要出现开始设县，这个设县就是设官治民，好了。那秦开始这个模式就是这个样子，那汉也是一样。这个我们以他这个汉所治的这个河西四郡，在四郡这个河西走廊，这个五味章九千敦煌啊，大家都会背的吧？哈，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一段的记载也是一样，先打了以后就是设置这一些郡县，好了，到了敦煌最西边了。现在一个问题是，敦煌在甘肃嘛，没有包括西域嘛，敦煌以西算不算汉的疆域？这样的一个问题，
自敦煌西至沿泽，往往启亭啊，开始造那个亭，就是军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堡垒，对不对？所以开始也有的耕田，这些细的情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直接统治，再来那个势力范围呢？势力范围在传统的这个说法叫做羁縻，而在羁縻有不同程度的羁縻。什么叫做羁縻？羁这两个字，这里解释了，羁是马骆驼，縻是这个牛将啊、哦，就是牛鼻神这样。你这个小孩子牵一头牛，或是这个一匹马的话呢，对，你要能够控制它。这个呢，对于这一些所谓边区的地方，这些国家民族，汉政府以后的中国政府差不多了，就是用羁縻，就好像用一条绳子把你套住啊，你可以自由活动，有限的空间，但是不能跑得太远，羁縻。所以像这个汉武帝要去征这个西南夷，这四川的父老是很反对的，他就讲了，他说听说天子至于夷狄，其意羁縻啊，误决而已啊，对不对？怎么要去打人家呢？他讲这个是讲所谓古代是这么说了，这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五胡制嘛，那个荒胡，那个妖狐荒胡嘛，对吧？对，蛮夷戎狄就是那个样子嘛。但只是羁縻就可以了，不要绳子不要断就好了。好，好了。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我再重复很多的那个本部以外的，在历史上就是属于羁縻的地区。当然羁縻也有不同的羁縻，我们就看这个，以这个西域都吧，因为汉朝就开始开创了这个大面积的那个嘛，所谓疆域嘛，这个都护府，看这个我就讲这个都护府，这个我读这个汉书的这个传嘛，我在读呢，这个一方面呢很有兴趣，一方面呢也很感慨。这个呢，那一个传嘛，叫傅介子啦、常惠啦、这个陈汤啦等等这一些人合在一起的这些传呢，我说应该叫做《西域枭雄传》。那你们说啊，你为什么不讲英雄？你是有这个政治偏见？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句闲话，我不晓得英雄是什么，英雄的角色是什么。但是真正历史上厉害的人、有贡献的人，真正能够立下什么一些 legacy 的，是枭雄啊，是枭雄。曹操就是枭雄，曹操就是枭雄。所以呢，枭雄不是难听的话了哈，好像以前的，好，我们不讲这个闲话。第一个呢，就介绍这个傅介子。这个傅介子这个人呢、哦，他首先去过这个大渊吧，再回来，他就跟这个已经是汉武帝时了嘛，哈，就是昭帝的时代了，那小儿子，所以呢，那是霍光在当政，他就跟霍光讲，哎，这个罗兰哦，跟这个顾家，因为顾家呢，就我们一般念作龟之或是鸠之或什么，我来讲，伊两个念作顾家，哈，等一下大家会看哈。会看到，他说这两个国家哦，好对付，好对付了哈，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杀汉使，汉国的使臣经过的话被他们杀了，所以我们要报仇。他说为什么知道好对付呢？他说这个国王哦，哎，很亲近人，哎，他不像这个中国皇帝哦，这个护卫一大堆哦，距离那么远，你根本没有办法接近，但是这个很容易，所以我去，哎，这个。这个霍光就好，你就去。他去呢，霍光就说：“哈，这个古家太远了，比较远一点。那罗兰靠我们比较近，先对罗兰下手。所以呢，他就去罗兰。那去了罗兰呢，他带了很多的这个钱币，很多的那个这个宝货哈。他就说：‘哦，这个汉的使臣来，我要这个给西域各国啊，都啊。’”花这个花钱，撒钱啊，撒钱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今天呢，这个非常清楚，这一点呢，你们要了解。
好，这个罗兰呢，就罗兰国王就有所提防，而且心里也对这个汉使不是很满意，他不去。那这个傅介子就好，你不去，我就路过，我不去，我就不来你们这里，我去给别的国家有很多东西。他后来这个罗兰国王心动了，心动就回来了啊，就回来。那就这个傅介子，就跟他这个，他是使节团哦，不是带军队哦，是使节团。所以呢，他就办宴席嘛哈，就吃饭了。这样呢，喝酒喝到这个醉醺醺的这个时候，这个傅介子跟这个罗兰王讲啊，这个汉天子啊，有一些秘密的话要告诉你，好，所以我们离开这个公共场合嘛哈，到我的军帐去。这个罗兰国王的卫士也要跟着走，这个这是秘密的那个，你们不能听。一进入了军帐，两个壮士埋伏在那里，对罗兰国王一前一后两把刀子交叉于胸，罗兰国王就干掉了。傅介子把罗兰国王的头砍下来，你是十几个人呢，在人家一个国家里面，你把这个国君都杀了，你怎么办？傅介子提着这个罗兰国王的头来对那些这个贵族大人和那个这个军队群众讲，这个王父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执在汉者，前面那个前太子在汉做人质，要扶他做王，对啊，汉兵方至，不敢动，你们不能动，你们一动，你们杀了我可以，你们一动的话，汉兵至啊，你的国家就整个灭掉了。就十几个人就把一个国家搞定了，枭雄吧，所以呢，这个像常惠这类也是，所以他们呢，这个汉的这个所谓西域的那个，他不是带了一大堆军队，一大堆军队要吃东西的，要吃饭的，他怎么的路途那么遥远？他是到当地征兵，征兵，征兵。你看这个常惠这个例子，发哪一国兵，发哪国兵，这样征兵。OK， 你不提供军队来打，因为他们要打某个国嘛，你不提供，我就处理你。所以大家都乖乖的。所以在到宣帝初年的时候就开始设才有这个都护这个官，这个都护这个官的时候，西域都护要护什么？要护道，护维护交通路线，维护交通路线。所以呢，汉对于西域就是控制那个这个交通路线，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研究汉简的朋友啦，或是什么，或是这一段对这个所谓这个甘肃啊，或是宁夏，或是新疆这一带，有些就是对那一些这个军事堡垒的这个的那个遗迹，其实都是他要设这一些要来维护交通路线，维护交通路线，它可以很容易的控制。好了，那么我就很快，这个我想没有时间再太细讲。班超霍汉书的《班超传》，你们也值得去看。这个人他在西域将近三十年，到七十岁的时候才这个回到这个洛阳嘛。他那东汉已经是洛阳了，这个回到这个洛阳没有几个月就死了，没有几个月就死了。所以他当中也曾经再度都要求说啊，这个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但是因为他太好用了，他在西域能够镇得住。那班超这个人呢、啊，这个你们以前都知道，投笔从戎了、啊、等等，这个啊，他这个故事哈、所以呢，你看他哪一年发什么？因为他的军队很少，中央政府支援他的军队也非常少，非常少。他都是发什么兵发什么兵，像这个西元九十四年呢，要去发。接着我讲古家了，这两年来念着古家哈，
古家呢，就是今天清朝叫做库车，库车，那个英文叫做库下，库下，库下，安尼嘛。啊，这个的念作姑嘛，啊，这个支的是家嘛，这里嘛，家，对，古家哈。好，那么三战这个，你看他发了这个西域八国兵七万人，但是他自己的力士跟连去西域做生意的中国商人都一起去打仗了，也不过是1400人而已啊。但是西域诸国有七万人。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所以我说这一些都是枭雄嘛，啊，所以这个汉中央政府表扬他说：“不动中国，不繁荣世啊。”他能够镇住西域，哈，完全是靠他个人。他个人个人是怎么样呢？很简单的归纳：第一个以夷攻夷，第二个利诱谋杀，我就不细讲了，哈。第三个扶植亲汉派。对，那个某个王子是到汉去做人质的，他扶持他做王，把原来的王废掉，这个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手法哈，还应该还有，哦，这个好，那么好了，西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其实所谓这个，即使他的这个势力影响范围，也是有一定的，像。这个啊，这边的匈奴且不必讲了，那边这个像这个大渊呐，哈啊大夏啦，这个都不在他的影响范围。他跟那个，甚至于乌孙也是一个相当独立自主性的。所以呢，像西域的那个，像刚刚讲的罗兰啦、于田啦、苏勒啦啊，等等的，这还有这个所谓这个车师啦等等这一些，这也是汉能够影响的，汉能影响。那么呢，整个西域两岸西域的经营都立即有胆识、有谋略的枭雄人物身上，夹帝国的声威，利用人性的善良和弱点，行兵不厌诈的诱骗手段，操纵于诸国之间，这是西域都护。所以呢，完全靠人。所以呢，人存势力存，人亡势力散。这是我对于这个两汉对于这个西域的经营，这个这样归纳。那么看这个晋书的这个《西域传》的史臣怎么样评论：自古开远离，通厥邑，必因洪放之主，好大喜功，皆起好事之臣，还有臣子来呼应。张骞啊，班超就是这一类。他说：后劫之以重宝，后浙之以利剑。驼去万死之地，以邀一旦之功，皆有祖上来远之名，臣寻轻生之解。做皇帝的啊，非常边缘的那个国家都来朝贡了，你看多伟大，哎，多伟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好伟大！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是吧？当然，这个做臣子的也厉害。这一点你也不得不佩服，哦，敢干啊！自知上至所好，下必有甚者也。这是史家的评论。好了，所以呢，哎，那我需要很快讲。所以呢，这个唐基本上哈，啊，这个在他说这个南北啦、东西啦，这个东西不及啊，西过之啦哈，南北如汉之盛啊，这是唐。我再讲一讲唐。唐的这个西域都护啊，跟汉的西域都护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到底是有哪一些不同？哈，这个他设在羁縻哦，在羁縻的地区，他设州，羁縻州，大家知道州啊、府啊、县啊，这个就是地方行政的一个机构。好，那这个《新唐书》。这个羁縻州的这个序啊，这个他就讲到哈，你看看大家看第二行，我们快点，首领为都督刺史哈，这是唐政府的官衔嘛哈，但是皆得世袭，
中国的官僚系统只有贵族是可以世袭啊，封王的这个可以世袭，封侯可以世袭，没有说宰相可以世袭，哈，刺史可以，这个太守可以世袭，没有的。但是他这个是世袭，啊，虽共副版籍，都不上户部，因为我们说这个土地记的账，还有这个人口的账，这个都是要这个吏户里兵刑工啊，要送到吏户部去的，户部就是今天的这个内政部了，好，但是不必，他们虽然设州不必的，是吧？但生教所记皆编州都护了，这个首领，所以这就是他们可以世袭，所以形式上虽然是也设了那一些那个地方行政的这个机构，但实质上跟他都是用原来的。所以呢，鸡鸣狗盗的首领原来是还是原来各国的统治者，是职务是世袭的。唐是不干预其政，民丁不编户，收入不隶属户部，他们的这个交的那个不纳赋税啊，这个有别于汉的编户齐民啊，他只是外交跟军事要服从于唐，是这样的一种羁縻的形式。这个羁縻的形式，那这是大概对于这个西北边这个比较强悍的这个民族国家是这样。那西南是怎样呢？西南呢，因为西北边的这些经营的这个战略的意义大，像汉呢，他就是要对抗匈奴，所以去通西。这个唐呢，他是要去对抗那个突厥，所以呢，他去经营西域，这个都是那个军事的这个意义很大。但是这个西南不一样，西南是经济利益，有很多资源，而且西南呢，这个可以连到印度洋的有那个贸易路线，也可以到广东、到南海，这个有这个贸易路线，所以呢，它这个经济利益比较大。所以西南是这个自然资源，还有当然还有政治号召，那对西南的方式的羁縻，这个最典型的，其实最有名开始就诸葛亮。大家知道诸葛亮经营南中，这个七擒猛后，对不对？但是诸葛亮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军之所出，国以复朝，知道吗？他要北伐，诸葛亮要北伐，他靠什么？他要哪里来的钱？就是他因为他经营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贵州、云南这一带啊。的地方，所以得到这个自然资源。但是诸葛亮的政策是不留兵不运粮，不留兵不运粮，所以他也说了一些理由，他说你留兵留太多，你粮根本运不及，对不对？你那个一些人都被人家打了怎么办？还有呢，你也不能派官，你派官因为外来统治者在地的人一定是反抗，对不对？你要维持到什么时候？所以呢，他是定这一种羁縻政策，哎，你听我的，资源呢，我要的话你要提供，就是这是对西南的这个好了。那还这更松的这个羁縻，比还这个西南就是比西夷还宽松嘛，哈。后来呢，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整个西南地区大概就是延续这个，当然历来有变化，比如说这个也会有这一些哈，唐朝也会给这些酋长哈、酋帅，给他们那个刺史啦、这个郡守、县令的这个官爵啦，或是什么封号啦哈，但是都是虚衔，对不对？而且都是由当地原来统治者来继续统治，这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南的那个。所以，比如说这个宋真宗就告诫边臣呐、这个人家他们内部有什么争端，就人家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处理，我们不要用国法，不要用宋的去干涉，你干涉的话你反而麻烦，这是一种羁縻的那个。所以呢，后来就所谓大家知道所谓土司嘛，土官土司，当然土司是元代开始的。那我们看到明史土司列传的序说，齐道土司齐道在羁縻，比大姓相山，世机为约，必假偶绝路宠之名号，乃意为统摄，故奔走为命。那么这一些、都让他们这个原来的统治者、原来的这个头领袖继续去做。但是呢，
他们头头领袖，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封号，他们会倍觉光荣，而且他们比较威风啊，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了哈。至少是中国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我的这个封号还是很有用的，对不对？虽然你不听，你不必直接受我管辖，没有关系，是这样。这是明的这个，好，这个。所以同样的哈，这个和内地不同了哈。好，那么我就花一点时间稍稍跟大家讲。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那个重叠的地图疆域图哦，你会看到那个东北一大块哦，都涵盖在里面，哦，这个明朝就是这个，而且那一大块就是努尔干都师，努尔干都师，所以呢是设努尔干都师，而且是有卫所。好了，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努尔干都师或是其他那个卫所，到底是谁在当家？谁在当家？努尔干都师的地方啊，因为黑龙江的那里后来就是要进入，这个范围都是后来所谓清朝割给俄国的了哈。这个第二的，这样好，这是说原来那里是有一个观音堂啊，这样的，这个他们要这个，这是我在讲这个永乐期间的。的一个碑叫做永宁寺祭碑，永宁寺在那里盖了一个永宁寺，立了一个碑，写了一篇碑文叫做永宁寺祭。好，这个稍微说一下，这是用一个这个女真人这个伊斯哈这个带领，这是太监，永乐皇帝的这个太监。派他去不止一次，好几次，我细节我不讲，但带了这个一两千人吧，还有25条这个船，这个他们就从海路啊去到那个就是库页岛跟那你们以前说的乌苏里江以东啊，乌苏里江的这个从那边这个沿着这个水路进来，来到这个黑龙江口呢，黑龙江那里这个努尔干都师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官钦差内官易思哈这个人，他是女真人，当然他是太监，在京城，这不必说。下面有三个太监，这三个太监都姓张，但是人家考证，至少其中两个，这个呢在《朝鲜实录》里面有这两个人的名字，而且是派到东北，所以呢，姓张的。朝鲜人并不是中国人啊，我的一个学生就是姓张啊，朝鲜人啊，就韩国人，是这样的。所以呢，下面的这个一大串我就不必细讲，你只要去，其实你去 Google 也可以 Google 到这一篇，这里面所列的好多，当然也有汉人，没有错，但是所列的很多都是女真人，都是女真人。所以啊，这是我们如果你只光光看那个画出来的历史地图了，哦，疆域到哪里了？怎么样？你就不晓得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实际的内容了哈。好，这个当然，他那个有汉文的碑记，他这个永宁寺祭碑哈，它是三种文字，一个是汉文最详细，再来呢有女真人，有这个蒙古文，啊，有这三种文字。这个碑现在是在海参崴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啊，这个碑，好了，所以呢，他就是，他来了以后也是赏赐，这个大家都好啊，地方的那个头头都来，对不对？就赏赐这样的，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呢，大家就我刚刚以上所讲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哈，所以中国的。势力范围啊，这个势力范围跟本部十八省的那个整个统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啊，这是好。那不论是本部十八省，或是你一个势力范围的，你要算中国吗？对啊，所以我进一步要跟大家讲，在文化上
他不只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是军事政府啊，社会治民不是这样。哎，伊不要简单，中国文化啊是非常深奥的，非常深奥的。他要把你改造成中国人，怎么改造？要怎么改造？是吧？当然前提要征服啊，要设官啊，那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教化，你没有办法去教化。那当然的，这个教化是教化的内容是什么？就用儒家这一套，用儒家这一套来教化嘛，哈。那这个文龙的例子我不说了，其实这个文龙的例子还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孔子之道啊，在这个地方政府里面怎样开始的。文龙算是一个地方官，哈，正式的把宣扬儒教或是儒家文化当作他的政务，他政治的事情的，他的本分要做的事情。这是文龙开始，哈，这个以后这一套，反正研究这个儒家的都会讲，这个中国各地设的这个县学、府学啊，这个等等的，就是都是这一套，哈，这叫教化。好了，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哈。那么，现在就是举对一个新征服区是怎样的来教化。这个新政府区就在南边，在汉朝的时候设了一个交趾刺史部，这个交趾刺史部，这个是因为汉武帝在112BC 那一年派了五路大军，对于今天的这个湖南，从湖南南部、江西南部、这个广东、广西、越南北部这一带五路大军去。征伐就设了这七个郡。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倒数过来，日南是最南边的那个，这个已经是到今天越南的中部了，在越南的中北部之间有一个叫做九真郡。我们看九真郡在东汉后汉书里面啊，《荀立传》，好官吏啊，什么是好官吏？受到表扬的好官吏，九真太守任免。九真的习俗是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免呢，就是啊，这个打锄头啦，打犁啦，这个要种田嘛，要这样，这个叫他们去开垦，而且呢，就是落月之民。无嫁娶礼法，这是后汉书这样写啊。各因银号，无低对批，不是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哦，啊，这是什么世界？哈，好像禽兽一样。哎，他们就是认为这个样子。他去呢，进行教化。儒教啊，说这个呢，果然这个经过他的教化以后，人民呢都乖乖的听话啦，这个整个结婚的典的仪式也都有啦，这个呢甚至于这个五谷也都丰收啦，哦，而且呢说生的孩子都姓任了。我不晓得这个越南姓任的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越南有没有姓任的，这是这样啊。好，另外在九真郡的上面就是交趾郡，交趾郡就今天河内这一带，也包括今天这个广西南部一部分。那也有一个太守叫做习光，这个习光也是教导民理，建立礼仪，化生魔言。哦，他教化的声音是跟任年差不多的，但是他就没有任年那一些有精彩的故事可以记下来，就是这几句话这样带过去。所以这个《荀立列传》这个范晔的这个评论就是说，岭南华风始于二手啊，靠这两个太守，郡太守，所以开始岭南有华夏就有中华文化了。对，东汉时候，哎，不晓得
如果全部都有的话，也不到不必这个二十世纪。我们看到这个广东还有一些很多小少数民族啊。好，那这个统治的要让这些人变成中国人，中国化。这个中国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概啊，春秋或是战国时期，这个蛮力戎狄的地区，原来在春秋战国是属于蛮力戎狄的，以后这些地区都一步步的华夏化、儒化、中国化了。那么呢，2000年来，哈、哦，这个长江以南的也是不断的在进行汉化的，汉化、中国化的这个过程了、啊。这个是历朝政府啊的这个官员、地方官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一些哈、哦、这个野蛮人呢、啊，要把它教化成中国人。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是跟我们台湾还有点关系哈。啊，你看那个庙有这个开庄圣王，开庄圣王，开庄圣王叫做陈元光，哈，是唐朝，是这个武则天初期的人，武则天初期的人啊。他在陈元光有一个文件，应该两篇文件留下来，一个叫《建请州县表》。建立政府，设立州县，他有一个公文，有一个上书啦，报告啦哈。陈元光是这样，他是他的，他跟他的父亲原来是在这个潮州这一带哈，这个做军事头领，但是他父亲死了，陈元光啊年纪很轻，大概是20出头而已，哦。他就接替他的父亲，哎，这个也不必中央命任命，哦，这个地方的这个军阀啊、这个军头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兵权就交给儿子了。啊，陈元光也是很争气，对吧？但是在潮州啊、跟闽南、漳州这一带，这个都是连接的。这个，那他也就是因为那一带都是很多蛮夷，唐朝哦，大家注意哦，唐朝很多蛮夷啊，所以呢，他就来打蛮夷，所以地级七民，那时候还不叫八民呢、啊，叫做七民哈啊，七个郡哈。经年百月，那这个左任居追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还是烧山游龙火田这样哈、啊。而且啊，兵革土威以外，礼让乃革其心啊。职方久废，学校不兴，其本则在于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养序。他就讲，我来这边打仗打得很辛苦，对不对？以前的人也是要平乱，都是蛮力戎狄啊，他们都是出来这个抢劫，或者其实是抵抗啦，都是出来抵抗。所以呢，唯一的方法，对，要看，因为以前没有设州县，没有设地方政府机构。所以没有官，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教化，只有教化才能改变他们，这样。所以呢，希望有一天能够秦越百家，越无下去，饥荒衣得更有何殊？哎，我要考你们，刚刚那个饥就是王饥，就是五福字里面殿福里面最靠近那个啊，荒就是荒福最远的那个，这个距离皇帝最近的跟距离皇帝最远的都是一德，没有差别。希望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其实陈元光也是很辛苦，因为他这个设的这个郡啊，叫做应该那个叫州，在唐代叫州嘛哈，就是漳州，啊，所以呢，他就被后来被当地人奉为开漳圣王，开发漳州的那个，因为漳州是他设的嘛，对吧？那在因为有漳州的这个闽南这个漳州移民，所以这个开漳圣王庙在台湾也有，是这个。其实他不久就是跟蛮夷打仗，他已经做了这个太守了哈，做了太守，战死了，啊，所以这整个的。就是不断的在重演，不断的演，但是就是把
蛮夷变成中国人，变所谓蛮夷的哈，就是原住民、原居民这样，蛮夷变成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程元光啊，在两行书没有传，他只见于在《全唐文》里面两篇文章，一个是建请赦州县，另外就是州县中央政府批准下来了，是武则天批准的，所以他又再上了一个谢表，感谢，感谢，这样的，没有任何史料。再来，但是叫做地方志，啊，漳州府志啦，哈，因为他这个姓陈的，据说是从这个河南的这个光化吧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光化县志也有了哈。另外有一个福建在漳州府的一个叫云霄县志也有，但是这个里面的一些史料。可能就是一些民间的从民间收集来的。那为什么这个人呢、哦？这样的人在正史里面没有算？我的判断，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地方官太多了，写不生写，没有办法进入国家历史那一集了，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找看看。其他的这个例子，因为我对这后来的这个史料也不是很熟，也不是那个，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那个去找哈，那个好，我再举很快的举一个例子，我再用这个，还是用这个谭其昌的研究，但是这是谭其昌教授在1930年代，他还在这个跟这个顾颉刚合作的，跟顾颉刚还在顾颉刚手下的那个时代哈，他那个他写的，他这个探讨他湖南人嘛，湖南人，他在探讨这个湖南人的由来，还有呢，啊没有关系，还有一篇呢，就说，啊湖南人的这个这个蛮族的这个这个血统，哈、哦，我就说好了，他是根据哈、哦、这个地方志啦、啊、这一些的，还有一些资料哈、哦，那、他去用根据这个姓，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像这个像这个湖南呐、啊、哈贵州了、啊、这一带一些所谓蛮子哈、啊、他们一些特别的姓嘛、啊、哈。他就是，而这个这些人也都是能够进入这个记录里面的，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他是根据这些姓去推，大体上他发现，哈、哦，就是从唐宋以后这一代，就是不断有，所谓这个。这个由生转熟了，我就很简单就讲，就是所谓这个生蛮转成熟蛮，好好好好，这边好，谢谢谢谢，来，所以他就做一些统计啊、有这个这一类的人，就是具有蛮姓的，他认为姓都是蛮族的姓的，这个呢。在哪一个县志里面，而且是有功名的人呢？这些都有功名的，说占那一个县的几分之几？他说，其实这个真正的数据还不止这个样子。母系都没有列吧，对不对？这个时候列父系。第二个呢，这个很多是没有功名不能列入记录的，而且有功名的人，他汉化已深，讳言蛮族，对不对？也不爱讲，因做工是还啊，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一种情形，这个是由生变熟，对啊，我们台湾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生番、熟番的这个问题嘛，这个哈，所谓生跟熟，大家都知道哈，这都是从统治者的观点，对不对？那台湾的这个熟番就是统治者能够控制的偏颇组啊，生番就是他控制不了的，就是生番嘛，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在长江以南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所以只要在中国这个哈，他都要实质的要把它变成中国人了、啊、哈。我们很快的看，
好，台湾平埔族其实也是类似的啊，我做了一些平埔族研究，也是这个。所以呢，他最后文明的定义是征服者的标准。什么是文明？征服者的标准，征服者、统治者、主宰者三者合一，他们支配经济利益，判定社会是非对错，规范道德美学的准则。对，所以平埔族群原来的衣冠装饰、语言、家族结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几乎完全改变。今天留下的很少很少。这个台湾是300年的变化，在中国长江以来呢，是这个2000年的变化，甚至到最近1000年都还是这个样子。好了，大家都来做中国人了嘛，对不对？要中国化了。要说做成这中国人，那当然这个少不了炎黄子孙嘛，皇帝子孙，对不对？这个啊，我就稍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皇帝的族谱。皇帝的族谱，我们先看几个哈。周商、夏商周三代，他们的祖先怎么来的？啊，夏的周的祖先是季。商的祖先是谢或是契，他们都是帝固的儿子。帝固娶简狄，帝固娶姜元，生姜元生季，简狄生契。但是帝固还娶陈封氏生尧，帝固还娶周之氏生智，智也当作共族，后来被取代了，就是尧来代。尧不是很伟大吗？就是这样。好了。那这个我们看这个舜，舜就在这里，舜一直推上去，推到颛顼，颛顼推上去就是黄帝，帝固推上去就是黄帝。好，来看禹，禹在这里，禹就是鲧，啊，也是颛顼，也是黄帝。好，啊，这个一路下来，这有几代，这个几代，还有这个，错乱得很。我就没有时间细讲这个，这个你只有随便加起来13代加17代，纣王30代啊，怎么这个文王的时候只有14代？对对，他们的这个最前的始祖都是兄弟，而且很妙的，这个兄弟10代越后的越老大。姜元是正妃大太太，简狄是次妃，你看。所以周的后代，周是正妻的儿子的后代，这个族谱说周人搞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看，你们不是说尧有2个女儿嫁给舜吗？啊，你看看人家差几代，舜娶的是几代的姑婆了。啊，这个皇帝之谱，大家这个津津乐道，啊，这是中国人，还不要忘记哦，匈奴也是，因为据说匈奴的这个祖先叫做淳维，啊，淳维是夏桀的时候的一个儿子，他就带着夏桀不是被商汤打败了吗？就带着他的妾，就跑到北边去了，就跟他的这个。应该说庶母了哈，爷的姨妈那一类，就生孩子，说是匈奴，你们信吗？对，甚至于《梁书》里面也讲，日本倭人也是那个，因为倭人说是泰伯的后代啊，泰伯的是那个文王的哥哥，周文王的哥哥，所以这一类的这个族谱，我们也不必。这个研究历史都知道这个族谱的问题了，我只是讲跟大家讲，好，这个呢就是成为中国人了哈，这个好了，我们很快要进入最后的一个课题呢，就是天下中心的建构，这个中国要作为天下中心，我们前面谈的那个中国是一个 area， 一个领域的那个中国。现在我不是像有些人讨论哦，中国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这又不是，我刚刚讲，现在就探讨，因为大家知道中真正的这个西周的文献经文，
那个国那个字就是城的意思，城城市的城那个意思 city，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最早的大家都知道所谓和尊宅之中国，因为建了那个成州欧嘛，成州就是洛阳这里已经建都了，因为新建了一个都城，所以呢他来这边告诫他的族人。再来说于其则宅之，这是用武王的话啦，宅之中国，置之义民，在统治人民。这个中国就是新营建的成州，新营建的成州，好，就是中间的城，中间的城。这个中间的城不是你的城可以做中国，他的城可以做，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城才叫中国。这个是好了，那往下呢有一些文献我也不细讲，像这个诗经书经诗经还有经文这些我不细讲，我只是很概略的把几个概念跟大家讲，大家记得概念就可以了。比如说在这个西周的中国是指周的王都，有的时候会讲王畿的那个部分也包括。西周有四国是指那一些后来所谓华夏的那个范围。西周用四方是包括蛮夷戎狄，啊，四国绝不包括蛮夷戎狄，这是大家第一个。所以呢，西周的四国等于春秋的华夏、诸夏、诸华，战国的中国就是替代的华夏。所以到了秦的时候，就是中国对天下，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好，那个这个古代的这个那个这个政治中心，他还搞了一个叫做土地之中。这个土地之中，照理讲就是这个自然地理了，对不对？这个地球的中心呢，就是土地之中。这是这个周礼的这个大师徒里面，我就很简单跟大家讲，就不细那个说了。就是一个大家先注意看这个啊，那个叫龟嘛哈，哎龟，就是以土龟，其实是不是应该练土？大家都练土，应该练度才对了哈。土龟是法彻土生哈，哎，正日影哈，这是什么？龟是一个尖的一个玉器，因为这个东西是玉做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是用这个汉尺的这个一尺五寸的这个高度，它立在那里，立在那里，上面是尖尖的，尖尖的，所以呢，它去测日影，测了日影，它下面有一个表，这个表是一个八尺之表。他这个是比如说几公分几公分这样有这个表，他看这个太阳哈、哦、投射到这个龟是玉做的，这个玉龟的上面这样投射，这个龟影射到那个表到底是几尺几寸几尺几寸，这样龟本身是一尺五寸，当夏至中午的时候，那个影也是一尺五寸，这种地方就是地中，土地的中间。当然到第二天他又开始慢慢看这个增长，因为到了冬至的时候就最长嘛，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来测这个，而这个呢什么地方才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荷兰的阳城，颍川阳城才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别的地方不符合这个条件。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地中。这个我史一所的前辈，这个董作宾先生在1930年代去那里做过调查。为什么？因为说后来周公的时候在那里盖了一个周公测影台，测日影。所以呢，这个一
历代一直有的时候我方会，比如唐朝的时候又把它复建，就依照古法等等，一直传下来，到1930年代的时候，董作平先生他还去做了调查，还做了研究，写了一本书，叫做《周公策影台的报告》，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好，那这个土地之中有什么意涵吗？它具有神秘性，对吧？它这个地方是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合，百物复安，乃建立国也。对，这个地方就是有具有这么大的神秘性，所以古代圣王的一些传说会跟这个阳城有关系，哈。甚至于这个道家的高士也跟阳城有关系，说尧要让天下给许由，许由这个不要就觉得受到污染，耳朵受到污染，要去饮水滨洗水。他的朋友曹富牵了一头牛来说，你在洗什么？洗耳朵？为什么洗耳朵？尧要把天下传给我，所以我听得受到污染，我要洗一洗。他说，我的牛要赶快牵起来，不要喝到这个污染的水。这一些故事都在阳城这里发生，都在阳城，所以这个地方又有神秘性，啊，又有神圣性，是这样的。那都是阳城，但是阳城啊，阳城是大家知道，这个黄河再来呢，就是像洛阳啊，就是在这个的，再来下来就是。这个中越嵩山嘛，嵩山山脉的这个，在出了这个嵩山山脉，就是太师少师山，啊，因为这个地方我去过，所以呢，这个就是到阳城这里，那它往下呢，就是淮河的这个淮河流域的这个平原，颍川啊，好几条河流都是流入这个淮河的，是这样啊，所以呢，它距离这个洛阳不远呐、啊。就距离成州不远，好，这个大家知道说，这个武王伐纣了以后回到州去，他就开始生病，所以呢，他有一天他病重了，他叫人家赶快把他的弟弟这个周公旦啊，赶快叫来，他就交代后事，而且这个《易周书》有一篇叫做《杜预篇》。这个交代后事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位置传给你，就是兄弟相传啊，别的不管。其实这个《易周书》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学术界还在辩论什么周公称王不称王。我觉得这个《易周书》的那个已经人家都讲得那么清楚，你还在辩，对不对？这个怕得罪这个是皇上，对不对？这不敢说周公称王。这武王就说交代，而且他说我就是想要在。一个适当的地方要建都，那个是最好的，能够统领天下诸侯，那个地方就是天室。所以他是于克自天之明命，我能够达到天的命，天命定天宝，依天室，我要依天室。还有呢，他是我这个把殷灭了以后，其为依天室。他说：“我南望过于山图，北望过于月比，瞻望过于有何专连那个一落，这样的无远天室，不要离开天室太远。天室，其实我们去地理看，天室这个成州的这个地方，它在过了嵩山山脉，就是阳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地中传说的这个地中的地方，所以。”所以你看那个地中不是有那么神秘性吗？是吧？他这个政治好了，但是啊，这是古典中国人的想法，在那个这个黄土高原以东的这一块地里面，他们的这个世界观就是这样。倒是秦汉以后，尤其汉这个通了西域啊，这个整个眼界宽了以后，今天这个河南开，这个阳城那里就是颍川那个地方，这个要做这个土地的中心，因为整个中国就是处在这个欧亚大陆的东南角嘛，对不对？
那东南一隅它不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呢，那你怎么说这个是地之中呢？啊，所以就开始把这个地之中心呢开始搬家。水晶就是把它搬到昆仑山去，啊，这个《渔本记》也是把它搬到昆仑山，而在昆仑山呢，也有诸仙居之，这个距离这个原来的这个洛阳这一带啊，颍川这一带，这个已经是好几万里了，这个，但是昆仑山没有用。昆仑山第一个哦，它缺乏圣王。也缺乏那个神秘，它严肃的神秘性，因为哦，昆仑山出了一个西王母，西王母的长相，它最原始的长相是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带旁血楚，旁就是玉，玉做的花了，红的这个，你说这个样子，披头散发，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尾巴。还有像那个牙齿像老虎，啊，而且是住在山洞里面，哎，啊，这样的一个西王母要怎样来做这个中国的皇帝，很难呐，啊，对不对？虽然后来哦，这个西王母演化成美妇人，我们从这个《穆天子传》知道这个周穆王，就刚刚要我们一开头讲那个要去打乾隆那个周穆王，就说远到西边去昆仑山去会了西王母。啊，两个人还惆怅，还唱诗的、贺诗的，这样我看两个人还在那边谈恋爱，而且相约说几年以后我还会再来，但是没有用，因为昆仑山缺乏圣王传说，所以他不过做土地之中。当然了，以后大家也就不逐渐不讲了哈，土地之中就变成京城。变成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土地之中，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皇帝在哪里，什么一切都是那个哈，所以只是保留了阳城，只是保留了一个中原的概念而已了哈。好了，那这个土地的中，其实神一切神秘力量的中心，也是一切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是经济资源的中心，一切都是这个中心，都是环绕着这个中心。那么这个《史记后说后志列传》里面就讲啊，山河是天下之中，而山河今天看起来，山西南部啊，河南西部啊，啊，这都已经作散了哈，这个很贫瘠了，这个不上。但是在古代它是很发达的，所以呢，这个《后志列传》里面在这里讲这个从山河拓展出去的。这个往北边的这个边疆，往东边、往南边的那个，这个它的那个贸易路线啊，这个整个后志列传期有一个部分常常在，这很详细的在讲这个，从河东、河内、河南，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讲山河就河东、河内、河南吗？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山河中心投射出去的贸易网，这个就是经济中心。在古代，因为那个地方是经济很发达，所以。山河也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但是秦汉以后不一样了。这个秦汉这个都关中，关中的这个自然资源，这个那个时候首先还丰富，但是呢，一个都城所在，有人口就大量的增多了哈，这个粮食就不够，所以要靠漕运。你看这个漕运都从哪里来？在汉代的时候从东方来，东方就差不多今天山东、河南这一带这样来的。但是到了，我还很快的那个讲，到了这个隋唐的时候，也是都关中的时候，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南方已经这个发展，长江流域发展的比这个黄河流域好了，所以呢，像隋炀帝开大运河，其实就是把东南的那个资源往京城送，啊，我就很快讲，到了这个大运河，因为。首都搬了嘛，元明清就搬到北京去了，所以呢，这个大运河呢就往北京去了。这个呢，这运河就是漕运就是运粮食，各地的交的那个农作物的收成那个粮食要交给政府的，这么为什么？皇帝
而且京城所在文武百官很多人的那个他需要粮食，整个经济资源就往那个南方的，所以整个中国的那个大演变就是从东输送到西，东南输送到西北，再来由南到北，大概就是这个秦汉隋唐这个元明清这样的一个情形。好了，那么呢整个呢我这个大概来这样说了哈，我们刚刚讲那个势力范围嘛，就是他力所不及的地方，力所不及的地方，那力所不及的地方基本上是采取两个模式，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周穆王模式跟蔡公模府的模式。周穆王的模式就是要打嘛，对不对？要打这个啊，这个蔡公模府的模式中，不要不要，对不对？有一套的那个这种统治方式嘛，是这样的。好，所以呢，这个大概这个班固对于这个汉廷的这个对匈奴的这个态度，他也说嘛，有两种：今生之如则守和亲嘛，借咒之事则严征伐嘛。大概啊，这个主张这个和平相处的，其实你说这个平等看待吗？你仔细读下去的话呢，不一定哦。他对于那一些班尼戎狄，他控制不了的，他是以禽兽视之，禽兽视之。像班固的这个就讲，这个夷狄之人贪得好利，说人面兽心啊，与中国不同啊，等等的这个这一类的，从这个禽兽的这个呢，在春秋时候的文献是很多的啊。戎狄豺狼不可焉，诸夏亲历不可弃也，对不对？等等的，不论要打要和，都是把它当作禽兽。这是中国对外国的这个态度。我这个时间这个很快的看好了，好了。那么你要表示的这个帝都所在啊，整个周这个王天子皇帝是一切的那个最那个的。你看，就是我说这个成周之会嘛，就是。这个有一个叫王会益州书王会篇，王会篇我把这个做出来了啊，这个没有时间系统，我只是很简单说，他在那个大的这个矿地上盖这个打用夯土打三个叠起来的台子，像金字塔的那个台子，最上面的那个台子就是内中外嘛哈，最上面那个台子又盖一个堂，这样那。周天子跟他的最接近的，在血缘上或权力上最高，周公啦、太公啦这些，就是在那个堂里面，其他的贵族就是在堂的外面，这个都是分等级的啊。等而言之，都是在内台，就是这个上面的那个台，在下面中台是站哪些人，下台站哪一些人，我不想站在平地上的，站在平地上的东西南北，好，东边的。周天子的东边的就是东边的这个外国人夷人呐、啊，这个西边的就是西边的戎狄，这样北边的就是南边的这个，而且呢，他都有名字，而这个名字呢，他都说每个人带什么礼物来，要送给周天子的，这礼物里面也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哦。但是你都要看，比如说有的是带海产哦，海个。蛤蟆呢？海蛤蟆，这个哈，还有那个蚕蛇，就是这个，就是鳗鱼了啊。这个哦，这个在内地的人呢，内陆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很奇怪，但是海边的人很平常，对。但是当然也有那个很奇怪的动物，哦，它那个还长着翅膀的，或是什么这一类的，我没有时间细讲啊。像这个西边的很多都是那个啊，孔雀啦这一类的那个在禽的那个，所以整个的它。构成一个就是对于远方的这个珍奇异物都汇集到这个皇帝的，那当然这是周王呢，到周王的这个脚下了，这个是一个王会图，所以这样的一个王会图呢，就演变成后来的这个王会图哦，其实应该是战国的了哈，我没有时间细讲，你不要把它真正当做西周的，哈，那以后就是直贡图，这个思维。路线就是这样来哦，远方的人都来那个朝贡啊，来那个朝贡的这个是吧？因为这个去年底到今年初吧，
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办了一个这个职工图的特展啊。今天那个邓小姐邓博士她也来这边听了哈。这个所以这样的这个猎人，我只是猎人历朝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哈，收藏的这些职工图。职工图呢所显示出来的两种形式，一个呢它是带了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什么那羊啦或者什么，我看起来好像是珊瑚啦或者什么这一些的，有的没有，有的就是画一个人他是哪一国来的，只是这样啊。当然他有那个题跋，有题榜榜题，他会介绍这个国家的简单的历史文化等等这整个的这个就构成这样。职工图这主要的目的就所谓来源人呢 这个你们只要去看看那个职工图的那个像这个叫麒麟，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叫长颈鹿嘛，但是它叫麒麟，它有那个，它是我说它就借着这些所谓外国送来的礼品，而这些臣子呢就开始写拍马屁的文章。这是永乐帝的时候，沈度呢就写这个《瑞应麒麟颂》，皇帝陛下于天同德，恩泽广播，和气融合，降生麒麟，以为国家万万年太平啊之争啊。所以你看有这个麒麟来了。事实上孔子说麒麟，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孔子他也没有告诉我们麒麟长个什么样子，以后就这个糊里糊涂就一直下来了。他的这个明朝的人看到这个，这是从孟加拉那里来的，所以看到了这个长颈鹿，他说哎，这个就是麒麟，就是这样又有写的这个文章啊。好了，所以呢到这个像清朝的这个乾隆皇帝是我觉得他是达到极致了。那这个职工图全部有四卷之多，好几百个的这个人物呢，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不同民族的，其实他统治内的这个民族也都有。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仔细去看。基本上呢，这个我只是来说一下哈。乾隆自己的诗啊，他在职工图他题诗有几句：“书文车轨谁能外？”方子圆如莫不亲，方子圆如只要是人你应该都跑不掉莫不亲，对吧？那许方方就用这个用那个这个夏商的这个典故来讲，所以他的这个地位其实是说赛过这个夏禹啦、商汤啦等等的这个啦，对吧？那他还他写的诗以后还要他的大臣亲近的大臣去贺诗，有14个人贺诗，我只引用了这个俞敏中的这个亲近大臣的贺诗：“唐玉以上出无忌，秦岸而还未克真。地狱不毛衔欧土，内虽非种亦无人。内虽非种呢，对不对？也是我统治下的。这个呢，这个、其实就是职工图真正的奥秘就在这里。好，所以呢。”只有帝王为中心高高在上的天下观，没有平起平坐的世界观，因为中国只有四夷观没有列国观。那这个这个正史的体例，这个列国外国传是怎么样呢？我们也没有时间细讲。这主要就是你要出现当统治者是外族，而他撰修的前朝的历史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外国。像清朝的时候在修明史，所以明史有一个外国传，他不会去讲那个蛮夷戎狄啊。那如果他完全汉人的，他就是啊东夷啊西戎啊南蛮啊北狄都是这样的这个，所以他没有列国观啊。好，那么呢大概19世纪中叶，从这个中国开始从这个王会的这个高台上就只好走下来了。当然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漫长，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痛苦的过程。到了21世纪呢，这个中国开始富强以后啊，这个中国要怎么面对世界，对啊。在我个人，因为我这个是这个浸在中国古书里面太久，大概都受到污染了。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是，我说古代世界的那个好像今天都出现。习近平的心目中怎样看待
非洲那一些黑朋友怎样看待 看待太平洋那一些小朋友，怎样看待欧洲的那一些不争气的这个朋友，怎样看待敌手美国，这个要把怎样要把它打倒。我想这个呢，这个在这个从王会直共这一路以来，这个帝王中心的这个中国中心帝王中心，我都觉得有点，因为一带一路就是世界布局，全球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最高点，就是在北京。所以中国的历史上有变也有不变。那我想我这当然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偏见啊。古典是成为中国的基因，传统时期只是反映中国的现象，很多文化的 DNA 因子已经在古典时期都形成了。这个我不晓得讲的这个通不通，请大家指教，谢谢。我非常谢谢杜先生院士给我们精彩的演说，那果然是就像我们先前预料的，今天的演说精彩内容非常精彩丰富，所以我们一定是没有办法时间保留给大家有 Q&A 的时间。那不过不要忘了，我们明天还有工作坊的机会，那另外我们十一月中期以后也有另外两场演讲，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好，那最后时间就交给司仪。谢谢杜正胜院士。在讲座结束之前，让我们再次邀请郭明正校长到台前颁发罗嘉伦国际讲座教授聘书与海报。再次掌声，谢谢杜正胜院士。谢谢校长院士，校长院士请回座。再次感谢杜正胜院士在今天下午带来如此精彩的演讲，也谢谢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提醒您在离开会场前，请再次检查您携带的随身物品。谢谢。